aespa 的 Sync Havila 演唱会，收入惊喜不断。从未发行歌曲的演绎，到实力派成员的四场 solo 舞台，让歌迷们乐此不疲。除了歌迷，阿萨姆偶像也纷纷出席演唱会，为 aespa 应援。演唱会第二天，就有多达13位偶像出席了演出。东方神起允浩参加了 aespa 第一天的表演，昌明选择参加了第二天。Super Junior 的利特和银赫也被发现在现场，应援前辈的泰妍也出席了演唱会，并迎来现场阵阵欢呼。以至于卡瑞娜说，大家现在是喜欢泰妍前辈胜过 aespa 了吗？众所周知， SHINee 的敏豪和 Key 都是后辈的出色支持者，所以他们绝对不会错过为 aespa 加油的机会。 Bad Baby 的瑟琪和 Wendy 也来到演唱会支持 aespa， NCT 凯灿、智胜、任俊的出席受到了人们的喜欢。当 aespa 喊出他们的名字时，粉丝们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。卑微的坤、Ten 和肖俊也组成了星光熠熠的参加者阵容，他们坐在一起为 aespa 加油。看到那么多同门前来支持， aespa 很高兴宣布大家的出席，并鼓励粉丝为大家一起加油。爱豆韩社，美儿姐说最新韩语，欢迎赞和订阅哦。